爹把烧麦吃下去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差点要掉下来了。原来在那样严肃的外表底下，隐藏了一颗那么柔软体贴的心，我真的好感动也好感谢。那是因为你明里暗里所做的一切努力，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化解了那份成见，更跨出了一步，难免伸出了手，中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许多。是吗？这么说你认为他们开始有点喜欢我了是吗？我想可能不止一点啊，是相当的喜欢你了。真的？那么我是不是算通过考验了？我以你为荣。以我为荣？我现在真的好想拥抱你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逃开呀。站好了，我已经伸出了手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跨出一步，缩短你的距离。幼林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他都出门十来天了呀，究竟去哪儿了？他也不肯告诉我们。这孩子拗起来的时候，谁拿他也没辙。是我把他宠坏了。将来过了门，你可要多担待起哦。是，伯父伯母，请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关于婚期，家父说请您决定个日子。哦，我决定是吧？好好好。我看不急在今天吧。我看过黄历了，三月里的好日子不少，我想还是等幼林回来以后再决定吧。也对，你回去跟你爹说，该办的事我们陆陆续续的张罗着，这个日子晚几天再说。是。你是谁？我是海叔的侄孙女。我不要这些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小心，我不小心。秋秋好乖，不要再吵了啊！你给我听着，我要不是还念着与大海的旧日情分，我大可以把你赶出去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用帮我来求老爷，我也不要他来可怜我。他一定要说我海爷是坏人，还一直说他的后话。那么。这大少是个小坏蛋，怎么会可怜我呢？不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从头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滚就滚，我也不要再见到你了。小草，小草，小草，老爷，这是一只猴子吗？对，是只猴子。那它怎么这么小啊？它住在笔筒里。非小不可。住在笔筒里？怎么会呢？猴子不都是住在树上的吗？
我跟青青我们都不走了，我们留下来陪你和婆婆好不好啊？是我青青小子，傅家庄少了你们显得多么冷清啊。眼看都到了三月了，不知在北京是怎么一个情况，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？莫叔啊莫叔，你那小主人的朗朗笑语我还真是想念得紧呢。你找谁呀？掌柜，是我，太叔。我知道我不该回来，可是我非要见老爷一面不可。哎呀，行，你快别说了，来来，老爷，看人大江南北找了你足足一年了，快，老爷，太太，海叔回来了，快来呀！对不起你啊。你让我找得好苦啊。你看看你怎么弄得如此落魄潦倒呢？你这个老糊涂，你跟了我二十几年，我这火爆的脾气你还不清楚？当时发现你挪用公款赶你走，那是一时气急了呀，你居然一走给我走得无影无踪。这一年来我后悔着，为你担忧着，到处派人去找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老爷，我大海呀。是太太，大海在这儿。你老了这么多呀，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来了。在外这一年多你受苦了吧，海叔？太太的眼睛看得见了，是去年年底开刀治好的。恭喜太太，恭喜太太。好了好了，你走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一言难尽，真是一言难尽呢。来，起来，起来说话。不不不，我是回来请罪的。你没有罪，我老早就原谅你了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不准再提了啊。是啊，回来了就好。你不知道我们见着你有多高兴，有个人更要欢天喜地的。老爷，我们是不是要通知小草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小草？你怎么知道？